集中声音音色啊，哒哒哒哒，吼，清风浅一袖。我现在还担心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袖，嗦咪嗦啦啦哆，嗦咪嗦啦的时候，昨天没有讲这个问题是吧？就是一号腔体落下来，能不能够准时的、准确的、精准的落下来呢？就是签字这个嗦，我们还在高八度的嗦上面，但是一字这个字呢，咔嚓，突然就掉到低八度下面来了，对还是不对？我们看一下书啊，书直播间的这个链接上是有购买链接的啊，购物袋、购物车里面都有，59包邮到家这个书，有书才能学得好，没有书真的是学不好啊。